已经到达了，然后我去找那个船，我看它是停在哪里的哈。说是22号，今天我们就要住在这个船上喽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船上面了。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船它是什么样子的，看一下它的结构哈。这边对面呢停了很多艘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船，这边呢有个小桌。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沙发，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冰箱，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可以洗的地方，洗澡的地方，然后往这边走，然后呢往这边走，下面呢就是船舱。船舱里面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沙发，这是床，我刚刚把它铺好的床。这旁边呢还有这个窗户，可以看到水外面的。这边也有一个，这边我们把它打开，这里也可以看到外面，看到吗？然后可以这样给它关上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窗户，然后那边呢还有一个床，这边有窗户可以打开，你看到外面。好，这里呢很多很多柜子，一排柜子。这边过来，这边这里有厨房，这上面是有微波炉，这里有水池可以洗洗水果什么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电炉，就是我刚刚买的三明治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冰箱，这还有一个冰箱什么都没放，然后这边呢有柜子，里面有放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呢，洗手间，打开门，哇，挺大的哈，它的门后面就是一面镜子，然后这里是马桶，然后这边有那个放东西的格子，然后这边这是我带来的洗漱用品，然后它这里打开也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然后这个它是可以拿下来的，可以淋浴，拿下来淋浴的。OK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天窗，在床的上方有一个天窗，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哇，可以看到外面停的别的船，看到吗？OK， 把它关小一点。现在呢，我们去附近的超市逛一下，附近走一走，看一下。这边停了很多船，往这边走吧。不是这里吧？
看一下他家，他家的 Halloween 就全部装扮起来，吓我一跳，真的，就这个，好可怕的，对不对？呵呵。现在我们买完东西啦，准备回到我们的小船上面，买了一个冰淇淋，买一个叉子，然后我们往回走。OK， 这个呢就是我们住的这艘船。它的外面呢是这个样子的，里面呢，这里有一个从这里过去的小门，小门从这边上去，这里有沙发、椅子，把那个门打开吧。然后就是从这边下去喽，今天讲，一直吃，一直吃。只知道吃，一直吃，就是不停的吃。堵住我的口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再讲你了。一直吃。那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吃点东西啦，吃点东西吃，吃一点东西，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派。苹果派，苹果派，对。这个苹果派很好吃，上次我们去农场，布农场的时候也买过几块，特别的香，又脆又香又酥。今天买的炸鸡现在冷掉就不好吃，待会热一下再吃，这个好吃哈。嗯，我吃一口，来，给我吃一口。嗯，哦，嗯，很酥很脆，好吃。还有一个三明治没有吃的，然后这个待会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做，然后吃这个。还有啊，冰淇淋已经收起来了。嗯，就这样，先吃晚餐。微波炉食品，它的封面照跟它里面的东西，我们做出来看看是不是差不多的一样的。刚做出来的食物跟图片大致上是差不多的，香做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吃吧。啊，尝味儿吧。嗯，本来带了锅，准备自己煎的。对，上面写的是鸡肉，但是我们先尝一下。它这里没有尝。写的是鸡肉，尝一下味儿怎么样？肯定不是纯鸡肉。鸡肉吗？我以为是牛肉。肯定不是纯鸡肉。嗯。鸡肉。对 ，chicken。对。好不好吃？合成肉，你就尝不出肉味儿。微波炉关起来。好了，现在打开这个香槟酒。很香是吧？葡萄味是不是？嗯，香。我闻一下，嗯，就是葡萄汁的味道，好不好喝？没有杯子，没办法，只能这么喝。果香味很浓郁。嗯。再来一口。哇，真的很好喝、哦。三明治。我们吃完可以把炸鸡热一下，炸鸡很好吃啊。现在我们看一下晚上，在这个小艇的旁边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很安静哦，是没有人吗？真的好安静，因为天气不是很好，也没有看到月亮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嗯。Good morning， 现在是早晨了。Hello。Hello。啊，带大家去看一下，现在外面
太阳出来啦，去看一下。哎呀，哇，看到没有？太阳出来啦，蓝天白云呀。嗯，看到日出了啊。穿上鞋子，出去看一下。Hello， 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。我们结束了我们这一次的体验，小艇体验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东西收拾完了，然后准备离开。走啦！要记得拿上我的冰淇淋。嗯，冰淇淋，它这个冰箱不是很冰，我的冰淇淋都要融了。嗯。哎呀喂！冰淇淋变淇淋。没有冰了，这个冰淇淋还蛮好吃的，不过也蛮贵的。